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林世文。明仔是拜六，嘛是旧历七月二十八。根据通俗记载，明仔在位伫咧正西边，好时是早起九点到十一点。廖小哥有啥物禁忌提醒，做回来关心。接下来关心着政治方面的议题。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是台湾选举历史上头一届有九种选举的举办。咱彰化县是五合一，包括着县长、县议员、乡镇市长、代表甲村里长这五项。彰化县选委会将伫九月初一来受理候选人的登记作业。因为今年这选务的工作算是有史以来上届复杂的，所以有真侪地投开票所到即马拢也找无卡手。彰化县选委会副总干事吴锡玲表示，年底选举因为被选举人数跟以往的选举比起来增加真多，因此这回受理候选人登记的日期也比较较早。候选人那么多，我们需要审查资格的时间会增长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会在九月一号到九月五号来受理候选人登记。那这个登记哈，县长跟县议员的部分会在我们选委会受理。那乡镇长还有代表跟村里长的部分，就是到乡镇市公所，由乡镇市公所来受理这样子。比选举人的人数增加，登记过后资格审查嘛更加严谨。县选委会指出，选罢法第三十条已经完成修正，只要完成登记作业的参选人就有候选的资格。亲像过去完成登记以后，就算迁户口嘛未丧失资格。候选人经登记之后，就你即便把户籍迁出，仍应在原选举区来行使投票权，所以哈，不会因为你户籍迁出就丧失被选举权。选委会强调，这回选务的工作需要真大的能力，加上选情激烈，真侪人拢无啥愿意搁再担任选务的工作，所以真侪投开票所到即马也搁找无卡手。大众新闻张世良中华彩虹报道。因应着这年底彰化县五合一的选战哦，民进党彰化县党部二十二号来成立着2014年五合一的联合竞选总部，包括着县长参选人魏明国以及各乡镇市长、县议员代表，也佮有村里长，有上百位参选人到现场来声援。民进党彰化县党部二十二号早起是来成立2014五合一选举联合竞选总部，党中央嘛邀着副秘书长邱泰山亲身南下来参加成立大会。邱泰山表示，民进党中央对彰化的选情是特别关心，中央主派彰化的人力嘛是上多。我甲大家报告吼，彰化县是中央党部吼支援人数哦上多因两个县市之一啦。啊，这也表示讲主席对咱彰化县相当有五望，啊，同嘛感觉相当有信心安尼吼。另外，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吼，大家拢知影，这个最近这民调咧做，大家拢会有一寡即个个人的解读吼，无论是咱赢也好，还是咱少数也好，拢有足侪即个解读。但是咧，我特别咧，昨昏问咱的即个民调中心的主任吼，郑俊生郑主任，伊甲我讲吼，坦白讲，民调呐。早期咧看，就是讲前三个月、两个月咧看吼，是看你家己本身的这个支持度，不管输赢拢无要紧，你的支持度有稳定，啊有咧变。民进党五合一联合竞选总部是由着县党部主委陈进丁来担任。陈进丁指出，民进党应该集中人力、物力全面总动员，尤其中台湾是大选的决战点，只要县长拼过关，其他的乡镇市长、议员、代表甲村里长就会大胜利，当然也会来影响到2016年的总统大选。大众新闻张世良中华彩虹报道。公益新闻，罗岗警分局顶番派出所的警员甲警察志工准备着真侪物资，有白米、油、大牛等等，来到这社区内的弱势家庭红嫂太太的厝内慰问，佮帮伊摒扫厝内环境，让老太太是真感动。搭着中原普渡的油、米、饼、大牛、柜桌顶的物资，来到红姓老太太住的所在，收到这么多物资，老阿妈是真感动。恁今日安尼来，甲你看，拢干哪，啊，提这么多，真欢喜呀！嘿嘿，感谢。替你们协助这些
提供一些物资给你们过中秋，那希望您公子哦，对，那身体可以越来越好啊，啊，你好啊，快乐对您啊，有什么需要，那一做代表跟我们派出所拢会全力给你支持啊。鼎番派出所的民警加警察志工，除了赠送慰问品以外，也搁特别替老太太整理厝内，摕着水桶帮忙切桌仔椅仔。知影老太太平常时靠着捡资源回收品卫生，嘛来帮忙整理。伊关心袂到，因为资格无符合，啊，毋过实际上吼是非常的用讲是困苦的吼，啊，搁真侪洪妈妈来讲，规厝内底拢无在头趁食，啊，即算边缘户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派出所。甲里长吼，甲咱代表者知吼，所以讲特别今仔日吼，招遮志工吼，特别来遮咧送暖啦。透过大心慰问活动，鹿港警分局嘛希望好家收集好甲弱势家庭，感受到社会温馨。未来因卖结合搁较侪社会资源来关怀弱势族群，让社会更加充满上好的气氛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立委王惠美以及东营社会福利促进会联合举办的这暑期辅导，今仔日举办着结业式，相处一个月，大家拢培养出真深的感情，真侪小朋友拢留下唔甘的目屎。